YY Live 2016年度盛典，年度最佳男潮音乐艺人，第三名小庄，第二名刘一手，第一名韩雅乐。恭喜三位，恭喜恭喜，有请三位登台。这会儿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外星人，现在为你喜爱的老大投票的最逆天人气奖也正在投票的过程之中。我们请张总颁奖。不管你是用电脑还是用手机还是用 iPad， 用任何的客户端观看我们的 YY Life 2016年度盛典，都可以赶紧在最后的这个时刻投上宝贵的票。好，我们合张影。如果你们想叫的话，大声一点叫，好不好？来，雅乐，你的时间有什么感想？大家好，我是韩雅乐，在这里很高兴能夺得这个奖，也感谢 YY， 感谢我的工会，感谢 China， 感谢宝哥一直对我的包容，对我的支持，也感谢调哥，感谢火哥，感谢升天哥年度时间对我的支持，最后要感谢乐家军，感谢你们对我的不离不弃，希望我继续努力报答你们。谢谢，再次恭喜三位，也感谢所有我们的潮音乐人们，谢谢三位，谢谢。